我昨天直接被抬回来。你有坐轮椅吗？我在坐轮椅。他也坐轮椅。你也坐？超扯！真的假的？这是走出去的样子吗？爬着走出去吧，我也忘了。都喝醉了。好坑哦！你比我记录中的啊！你被公主抱，宝宝。他直接坑掉。你看，先看一下第一幕的那个眼神。第一幕是先怎样？这是在坐轮椅了吗？坐轮椅了吗？坐了。准备要去玩脱衣伞了。各位。哇！给大家看后面的山超漂亮的，舒服啊！而且其实天气很凉。对啊，啊你坐，你可以放松一点坐吗？很害怕掉下去哈、啊！我现在只是害怕我的相机掉下去。哎、欸，真的，因为它相机直接这样抓的。哎、欸，下面真的，重点是真的是有在吹，真的海风这样吹。哇，真的是推荐大家，如果有来长滩岛，一定要来玩脱衣伞。快点，快点，我们真的大家一直等我们哎、欸，真的头好晕，超久的，我们大家让大家等超久。我昨天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坐轮椅，然后呢？然后被抬上来，抬上楼。你记得这个画面吗？不是，谁灌我？不知道，我拖鞋都还没穿好，很醉是不是？我超晕的，他已经过去了，是不是超晕？他超晕，他超夸张、欸。我也超晕了。现在还在晕吗？我喝了五杯长岛冰茶。哎、欸，有口罩在掉。你长岛冰茶喝五杯？喝五杯？你有点到吗？我怎么一杯都没喝到长岛冰茶？大家都找我们喝哎、欸！我昨天直接被抬回来。你有坐轮椅吗？我在坐轮椅。他也坐轮椅。你也坐？超扯！真的假的？那你坐轮椅怎么没掰变？我。已经没力气，我没力气的拍、欸我。我喝醉了之后还是有拍啊。真的假的？你真的是，你是专业的 YouTuber 哎、欸。你如果断片，你要靠这些才想得起来。我现在才发现我走到这一段楼梯。真的假的？我以为我是被扶了。我可以看一下我昨天到底多闹吗？没录什么，这时候你还没醉啊？我这时候还是醒的。你这时候还清醒啊？你这时候还没？你这时候应该三四分而已。我们昨天一直在聊心事也好好笑啊。对，你后面才开始进入状态。后面呛掉了、啊。这是呕吐物吗？这是走出去的样子吗？爬着走出去吧，我也忘了。都喝醉了。好坑哦！你比我记录中的啊！你被公主抱，宝宝。他直接坑掉。你这个头来那边都很薄。这个是很可爱。哇，真的是谢谢美胸公司。让我体验到人生第一次坐轮椅。让我坐轮椅。你看，先看一下第一幕的那个眼神。第一幕是先怎样？这是在坐轮椅了吗？坐轮椅了吗？坐了。